我来把这头发搞起来，可以吗？来，小妹，弄点那个气垫。要得。全部那个紧紧跟它起一个。要得嘛。那个筋筋不好切。那气皮子出恁个切。它气皮子，它本来就是那个要很抠要扛的，就是啊。那你这样子不敷衍，还嫩啊，皮很高的，那个是那个不要得起利息的哇。这个肠衣拿热水泡开了过后，多洗几次，养胃有点重。那个太阳晒起，这个得油了一道。哪个？你啊？没有啊？这不也蛮冷的。那个肥的，给它切成丝也可以，反正只要不大块。给今天来热的。25斤的肉放400克盐，60克，560克辣椒面，特麻的花椒面少放点，撒点冰都在里头。好，可以了。哇，真棒哦！那个肉要跟它搅上劲儿。好了，身上多钱，再苦一点。捡了好多肉都是补回来。可以了，可以灌了。好的，我弄起灌了。辣椒好滑，抓上来一个。啊，我这两边卡的那个。哦，看到，你看，你看。他的做的哇。嗯。给你们快哟。几个小时的时间采了几百张，那个是塑料布，那是垫到流水线上面的。要不要水？我倒了杯水吧。来。躲开，这三个人亲热，这两人跟我俩亲热。跟他亲热，我要受伤害。脏脏的皮，切。宝贝回来了，回来了吧？啊！给我带点啥子好吃的啊？没有两好吃的，尝一口嘛。啥子好啊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还要不要？还要。啊？还要？嗯。就这吧，啊。嘿嘿。嗯。妈妈，你要不要？
爸问好。你准备学习哦。爸爸那个年纪的。学习哦。别客气了。啊。妈妈。嗯，那今天那个厂里头能拿个苹果，所以买点东西回来给你弄吃，是不是哦？是。我的歌洗完了，还要给我弄好吃的。那塑胶布里面是没办法晾干的，把多余的水分滴了，然后取下来放进去。妈妈，你过来一下。哪样？那个东西。哇，全对 啊！真棒，我儿子最棒哈！好嘞，今晚我来擦个泡椒脆肠给你吃。好的。哎呀，那个腥味儿大得很，多洗几层。姜、啤酒，买最便宜的啤酒。妈妈。哎。对，那个才不得咋了？轻轻点，轻。多吃点。好酸呀。钟林，你看冰箱里头还有没得宝宝蛋？拿三个出来，我炒海椒。妈妈，有鸡蛋。是不是鸡刚生的？啊，刚生的，哇，好新鲜哦！冰箱的鸡蛋，冰箱是鸡蛋了。耶，给个面子噻。这个面子把多余的水分挤出来。姜蒜，都能快过去喽。辣椒，辣椒。刚好来炒那个鸡蛋青椒，比我炒的特别好吃。那你好像在给我切，我就没吃出来菜了。我原来这不是吃到我这里菜吗？好久没吃了嘛。你说我爸爸回来没得？没看到啊。爸爸吃饭了。要得，你看我给你买点东西。饮料喝了又不好。我买点饮料，也给你买点饮料，可以噻。可以。哎，对起噻，啊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吃饭了。吃饭了哇，超哥。要得。走走走，要不要我这样？来。来。哎，我来帮忙。给你个红果啊，来。来，三妈扶你这块哟。人才。那你先早就过了。哎，你还没有终于能懂。那是你们在重庆已经是妇女节了，然后你们回来妇女节已经过了。嗯嗯，那就算过去。今天已经是植树节。喝水啊。